嗨，大家好，我是西西妈。今天我们介绍的桌游是宁静小镇。在这宁静的小镇里呢，我们要建设城市来博取人民的喜爱哦。但宁静的小镇里却一点都不宁静，因为里面有许多的灾难。那要如何将小镇发展好呢？最后荣登镇长的宝位呢，就要看玩家的智慧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物件吧。好，我们先来介绍里面的物件。里面呢有灾难卡、建筑卡，就是起始建筑卡，然后神力卡，还有美好的一天，跟投票卡，还有金钱卡，还有计分纸一份。那我们这一次呢所教的呢没有这个神力卡，所以呢我们会先把神力卡放在盒子里面。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卡牌，这些是灾难卡。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呢有一栋建筑物，然后呢有写个二，然后还有红色、绿色、橘色。这张卡的意思呢，就是当你抽到这张卡呢，你就必须破坏该颜色的建筑物两栋。比如像这个是红色，你如果抽到红色，你就要破坏你面前的红色建筑物两栋。好，那像这个呢，有两栋建筑物，然后各写着二，就是你必须破坏这里两栋的颜色的建筑物两栋。那这个是摧毁卡牌颜色各一栋的建筑物。好，那像这个卡牌呢，这里有一栋绿色建筑物呢，大栋的建筑物呢，就是把所有绿色的建筑物呢都摧毁掉。那这个就是红色，所有红色的建筑物都把它摧毁掉。那这个呢是灰色，然后一栋建筑物呢，就是玩家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摧毁哪一个颜色的建筑物一栋。好，那这个大型建筑物呢写着357，就是把所有数字的357的建筑物全部摧毁，不论任何颜色的建筑物都要摧毁。好，这里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灾难牌只会摧毁你面前的建筑物，如果灾难牌要摧毁的建筑物是你卡牌没有的，就无法摧毁。好，例如呢像这张，今天呢我们抽到的是这张要摧毁掉两栋红色建筑物跟两栋橘色建筑物，但是呢你的手牌上面呢，你台面上的牌呢只有两栋红色建筑物还有一栋绿色建筑物，那呢这时你只能摧毁两栋建筑物。那我们没有橘色呢，所以橘色的建筑物就不用摧毁咯。好，那游戏该如何设置呢？假如我们今天有四个玩家要玩，那每一位玩家呢就要先发一张金钱卡，一人一张金钱卡啊。好，再一人一张美好的一天卡。那美好的一天呢，如果还有剩余的就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去。接下来呢每人发一张起始建筑卡，然后特别注意的是起始建筑卡要找两个图案一样的，两个图形，这里有图形，这两个图形不一样，请你要找一样的图形。好，星星就对星星，选到之后就拿回来。好，这也一样，这是建筑卡没有用的就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去。好，要注意一点哦，起始建筑卡呢它是有白色边的哦，那我们的建筑卡是没有白色边的。好，这些都发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建筑卡洗一洗，然后数十张，放入一张投票卡，1 2 3 4 5 6 7 8 9
九十。好，放入一张投票卡。放好之后呢，就把它放在牌面中间。之后换洗灾难卡，把灾难卡洗一洗之后呢，记得面朝下，然后放在建筑卡的下方。放好之后呢，请把牌翻开五张，二、三、四、五。好，灾难卡也一样，一、二、三、四、五。那剩余的金钱卡呢？刚才没有发完的金钱卡就放在旁边，让所有的玩家都可以拿取到的地方。这样子我们的设置就完成了。那游戏开始呢，就可以以猜选的方式来决定玩家，然后并顺时针进行。在你的回合中呢，有三个行动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做动作哦。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买一栋建筑卡，台面上的建筑卡呢，看你要买哪一栋都可以，但是呢，你在买的时候呢，必须用金钱卡才可以随机选一张建筑卡放到自己的面前。比如像我想买这张，那你就要花一张金钱卡，然后放回来，然后就把你这张放到你的面前来。或者第二种，你可以执行灾难卡，要拿一张灾难卡，你也可以自己看一下你想要拿哪一张灾难卡。当你拿到一张灾难卡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执行灾难卡上面的摧毁建筑物的行动。那如果你台面上没有建筑物呢，就不需要摧毁。那这时候呢，还可以拿一张金钱卡回来。这时候要注意一点哦，就是呢，每个玩家呢手上只能有两张金钱卡，最多只能有两张哦。如果你有两张金钱卡的话呢，就必须购买建筑卡或者是使用美好的一天卡。那反之呢，如果你没有金钱卡了，那你就必须执行灾难卡或者是使用美好的一天卡。第三就是使用美好的一天卡，这个呢就是可以直接跳过你的回合。那注意哦，这张美好的一天卡只能使用一次，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大声的说出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并弃掉这张卡牌。那丢弃之后呢，它就再也无法使用了，所以呢要记得小心的使用它。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你的台面上出完了，出到只剩下一张牌，这个也是，如果都只出到只剩下一张牌的话呢，那轮到你的回合，这张牌就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再补五张牌进来，二、三、四、五，好，就要把它补满五张。上面的也一样，建筑卡，如果台面上没有卡片了，就请补满五张，一、二、三、四、五。好，当你补满五张的时候，这时候如果看到投票卡，就要开始执行投票咯。这里也有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当你的灾难卡使用完之后，灾难卡如果台面上都没有卡牌了，你可以到你的弃牌堆把那些卡牌收回之后呢，洗一洗，洗完之后呢，再放回你的牌堆里面去，可以再重复使用。但是呢，建筑卡不能重复使用，当建筑卡抽完之后呢，游戏就结束咯。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投票卡的计分方式。游戏中呢，当投票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进行投票哦。那计分的方法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每个颜色最低的建筑物算分数。比如像我们这里有这几张建筑物，然后我们就看每个颜色最低的建筑物，这个是4，然后这里是6，就加6，再加这个是4，所以4加6加4等于14。好，或者是呢，每个颜色最高的建筑物做加总，比
比如像我们这个最高的建筑物，绿色最高的建筑物就是6，然后这个橘色就是也是6，然后呢这个红色的也是6，就是6+6+6。好，或者是同一个颜色的建筑物全部的加总，我们可以选绿色，全部的建筑物就是6+4，或者是也可以选红色，也是一样6+4，以最多张的颜色来做加总。最后一种呢，就是所有的建筑物做加总。那这几个方法呢，玩家可以选其中一种来计分，然后将这个分数呢写下来。每个类别只能计分一次哦。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建筑卡在投票之后呢不会弃牌哦。投完票之后呢不会弃牌。好，这是他们的投票方式。最后呢，结束游戏的条件呢，就是呢，4次投票之后呢，游戏就会结束，然后由分数最高的那个玩家获胜，获得宁静小镇的新镇长。那镇长呢，必须要跳一段胜利之舞。那如果呢，玩家平手的话，就要由建筑最多的那个玩家获胜。好咯，那我们开始游戏吧。妹妹，啊啥呀？啥呀？啊，吹动感。
东西，等一下朋友买的。收钱喽，谢谢。换你妈妈去买呀、啊。啊，都那么小动了。我送你，你给我，我送你。你买我送，你买我送。嗯。没关系啊。什么？彩一栋没有了。彩一栋而已。哎、啊，你都飞我呀。哦，那个可以哦。这个只吹一栋，你就吹这一栋就好了。好啦，给你。吹这一栋，妈妈你买，不然你会没有。我又要买。对，买。买。买。三张。一、二、五、三、四、五。哇，两个这么多栋，哥哥要买走。你可以买这栋吗？哦，好健胖哎、欸！看我吗？哦，好健胖哎、欸！你又要买走了啦？我又没有房子。有，快到！你要买哪栋？啊，我没有钱。奶奶，你去买这一栋啊！等一下还有三栋啊！我生气。这一栋太小了啦，妈妈不会生气，妈妈在挑这三栋好不好？对不对？我没有钱。那我。那你还跟妈妈抢？哎，你不理解多哎。那换妈妈。哦不，妈妈你要。妈妈你钱。你不懂。那个的。灰色的是要选任意两栋，那一栋任意颜色的一栋。哦，好好好，我懂。那你就选这一个一栋啊。嗯，一栋啊。好了，等那个吹回来。这一个一栋就好啊。妈妈，你把这个买掉。你有啊？你有。我要先买，先拿这个好了。不要被人家买掉哦。你又把买走给你再来一栋啊，给他来，先拿来，先拿去，让他来，拿他来，让给你，哎，没了，还有一张，看几个，没了，搬，一、二、三、四，什么又要投票了？五。投票，我真的是大众的、啊。大众的。15分。15分。我妈妈胜负，我32了，我打。全部都算了。对，他全部打算了。32。16。16+7，15+6，21。21再加八，29。29了，这对呀。哦，那我做一张你。6。你奶奶死的，等一下好了，六。妈，现在目前最多的是妹妹。对啊，怎么那么厉害？你俩要跳谁？要换他，对呀。给我一件，给我一个钱。等一下，先把标签。红酒风。来吧。一。哦，这么快。谢谢，看妈妈。啊，就这样。那买啦，买啦，哥，买啦，买啦，我要买最大的啦，是最大的啦。我换我，啊，我买这个。哇、哦，妈妈，我都大了，嗯。给我钱。我有些都小了。小不大的。猜一个小的楼层。哥哥。这个呢？这个你要点，这个这两栋吗？我要。
摧毁移动的。买你那一栋，就是。
去买就对了。这是个美好的一天。好了，你再等一等，你等一下，小的跳不动。没有了。换我。这是个美好的一天。这是个不好的一天。当然是这一个啊，这个不用摧毁啊。妹妹那么大是谁动啊？哦，都放在你们买完了，我是要买什么？买费重啊。下一个。这是个美好的一天。好，快点。耶，跳过他回来换你。换你说呀，那你也可以说啊。这是个美好的一天。什么？你等等我，他等了一会儿。我翻过来就中午了。哦，这是非常英文的。没咖啡的对。我这个。耶，不用扣。翻一下。一，我们爸爸。二，三，四，妹妹。好，妹妹。三五七耶，三天我都五号五七啊，给你，加，换你妈妈，啊妈妈你只能买呀、啊，不能再说呀，我搬呢。少一张哎、欸，少几张用？我每次一张。钱给我啊！不用，钱给我。他跳的。哎，又是绿色，我买的。妈妈，你买这个东西最多。这个有问题，这个思考有问，刚刚思考有问题，拿到那个，放那里。It's a beautiful day. Okay. Yeah. 看这个。换你。要。我也要啊。不对耶。我们一家买东西。好，买东西。我想要 It's a beautiful day. 这个干嘛？哈哈哈。OK。一。五。不行。投票 ，yes。家长，十八，我十八。妹妹要分我的。我要看颜色都一样。那多少？十五加六加七，十五。二十一。十五倍加六，妈妈，十五倍加六等于几？十五加六，二十一吧。二十一加五。二十一加五。二十六。好，全部一起来算一下。九九八，我是九，加我是九，我来，一起加九，六三个。